我学隆重推出评剧系列节目，您在节目中既可以欣赏到评剧名家演唱评剧名段，更可以看到众多评剧票友跟着名家学唱评剧唱段。锁定戏曲频道收看跟我学，可以让您更加了解评剧，喜爱评剧。相约跟我学，精彩不容错过。我是古文玉。古文玉，国家一级演员，首届梅花奖得主，师承新凤霞新派，他表演率真质朴，细腻得法，唱念作舞俱佳，塑造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。今天呢，由我来教授评剧刘巧的选段《小乔送信》。我先呢把这个前的这一段讲讲它的整个内容。这个是刘巧呢在送信的路上自己说自己的心里话。他这个把这个让爹爹呢把这个原来包办的婚姻呢给退了，所以呢非常的高兴。新派的特点呢，他是比较抒情，比较欢快，尤其是这一段他表现的呢就是说唱的艺术。吐字的时候呢要清晰，
不要浊。前两句呢就是强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我和仲儿不认识，我怎能嫁他呀。哎，后头呢都是呀跟啊，就是那个前我自幼许配赵家的家字，就是呢也是赵家啊，就没有鸭字。第二句呢就是我怎能嫁他呀，哎，是鸭跟啊，这个过渡。我想呢这样呢咱们我唱两句，大家呢跟着我一块唱两句。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我和仲儿不认识，我怎能嫁他呀，唱。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我和仲儿不认识，我怎能嫁他呀。好啊，大家倒都注意到了这个一个是家字，一个是压啊的字。哎，就是什么呀，就是不要咬死，千万不要咬死，就是这个他怎能叫他呀呀，哎，是往这儿走，哎，就让他那个走韵，哎呀，哎别呀，哎，这就不好听了，就是发死了，而且发浊了，哎，就是要注意这个啊。那个咱们接下来再来下边的两句啊。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推呀，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。来啊，大家唱一遍啊。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推呀，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。啊，还是这样啊。这个呢把亲退啊，这个鸭子啊，一定呢还要注意我刚才说的，就是不要咬得太死。已经把亲退呀啊，退呀啊，哎别呀啊，你看呀啊，一是口型不好看，而且呢也特别死，它因为是代词似的，哎，把亲退呀啊啊，哎，把口腔那什么啊，哎，这样就是一定要放松，不要太紧啊。这个再有呢就是什么呀，我的爹在区上哎，对了啊啊，咱们再把这两句唱一下啊。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推呀，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。谁来吃唱唱这个，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，我和柱儿不认识，怎能嫁他？好好，你唱。让您听听啊。哎，好的。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我和柱儿不认识，我怎能嫁他呀？哎，不错不错不错啊！好好好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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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唱的还真是挺好的，就是那个。许配赵家的赵家再稍微松弛一点，许配赵家，许配赵家，哎，就行了，哎，不要让它太长太梗啊，这个挺好的啊。哎，还有这个下边两句，我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，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，谁来给我唱呢？哎，来，好好好。我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呀，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。啊，这个那个有一点拿着啊，有一点稍微的拿着。这个你看哈，我的爹就像说一样，像说一样，我的爹在区上啊，我的爹在区上，在区上啊。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推呀。嗯，往下唱。这一回我，你看这一回没必要那么强。这这，你看又上去了，不好听了。这一回我，这一回，这一回，哎，我像说话。自己找婆家呀。家字也是吞的太厉害了。这一回别这，不要这，不要这个这。这一回，哎，像说一样，哎，自己找婆家家家呀，哎，就是他那种慌的，我这回可自己要找婆家了，哎，就把这个心情
唱出来。这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。哎，就好了啊。好好好，哎，咱们接着呢再往下再写两句啊。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人一个呀，他的名字叫赵振华，都选他做模范，人人都把他夸呀。这两句呢主要的这个要求呢就是什么呀，爱上人字啊，爱上了人一人那、是这个，哎，舌头这个舌尖呢顶到咱们的上堂这个地方，人哎，因为咱们评剧嘛讲究的是什么呀，就是不要尖字，哎，基本把尖字呢都要唱成团字，哎，所以在这是一个评剧的特点，它是字正腔圆嘛啊，所以呢唱的时候呢别千万别出嘶音，哎，出那种那个尖音的那种东西就不好听，人啊，那个人一个呀，就这个。再有呢，就是赵振华，就像说一样，他的名字叫赵振华，哎，华，哎，别华，哎，就不好听了，是吧？哎，就华，都选他嘟嘟嘟嘟嘟嘟，哎，嘟音那个舌尖挨着齿的顶，齿的这个底，齿底。啊，咱们都可以试验一下，哎，他那个嘟字就出来，别嘟嘟就不好听了，是吧？你要哦的音呢，那就哎，嘟嘟嘟嘟选嘟嘟，就是首嘟的嘟，哎，嘟选他做，哎，往里拐那么一点点，哎，他就好听了啊。这个再就是呢，这个，人人都把都也是都的，人人都把他夸呀啊，一定要美。啊，因为什么？他爱上的这人呢，就是谁呢？是赵振华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唱出他对这个赵振华这个劳模他那个爱的那个劲头啊，那种少女的那个情窦初开的那个感情啊。咱们再唱这两句。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，他的名字叫赵振华。好啊，刚才呢我已经讲了这两句，我想把这两句呢，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，谁能唱上呢？哎，好，哎，我给您唱一遍。好的，好的，哎，你唱完了之后，我再。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。哎，你看啊，现在你的声音是什么呀？全都挤到这儿了。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人一个呀，你看你在这儿呢。就都挤到这儿了，这声音呢就听着呢是挤出来的，而不是放松出来的。上一次劳模会上他像说，我刚才已经讲了，他这段的唱呢就是说唱，哎，就像说话一样，不要紧，不要这儿，不要，千万不要紧，要放松。那我再试一遍。哎，放松呢不等于就是松弛，不代表松懈啊。我再试一遍。再试一遍。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。不是人一个，得人跟人之间。我爱上了人，我爱上了人一个呀，我爱上了人一个呀。哎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哎哎哎，就大家呢，通过他唱的，大家应该就是注意到，就刚才我讲的这个啊，好吗？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行行行，那么这一句完了之后呢，这个下边呢是他的名字叫赵振华，都选他做模范，人人都把他夸。刚才我也讲了，咱们要注意的地方呢，就是一个是赵振华应该怎么唱，再呢都把他夸，都字啊和都把他夸的夸字，是吧？哪位？哎，好，我给您唱两。他的名字叫赵振华。都选他做模范，人人都把他夸呀。您呢是现在呢这鼻腔没放开。哎，你看，他的名字，你看他不是在他啊，他不是在鼻。他的名字叫赵振华。他的名字，他的
你是名字。名字。他的名字。他的名字。对了啊，嗯，叫赵振华。叫赵振华。你那是在捏着呢这儿。你捏正啊正好啊，你是在这儿捏呢，放松放松，不要往这儿捏啊。赵振华，你就像咱们说话一样啊，就像说唱一样，都把他夸呀啊，都把他夸呀啊。哎，就是现在呢，你就要解决，就别往这个鼻子这儿集中，这样就好了。哎哎，让他放出来，就像说话一样，别再捏着唱，哎就好了。我发现呢，咱们有一个毛病，好像一说要唱了，就整个就绷起来了。一绷起来之后呢，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紧了，就是一定要放松，别紧，别说一要唱了，好，我这就先紧上了。这是从身段上，从表演上，从你的唱腔的气息上，你都会运用不好了。那么下面呢，就由我呢来把这一段呢给大家呢连唱再表演。我自幼儿媳妇造家，我和众儿不认识，我怎能嫁他呀？我弟弟在七上已经把亲推呀，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。上一次劳模会上了爱上了人一个呀，他的名字叫赵振华，都选他做模范，人人都把他夸呀。好，好，谢谢大家。那个，看看哪位把这个唱一段，把这一段。小儿我自幼儿许配到家，我和柱儿不认识，我怎能嫁他呀？我弟弟在区上已经把亲推呀，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。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，名字叫赵振华，都选他做模范，人人都把他夸呀。挺不错的，但是呢就有一个问题，现在呢就是还是有点放不开。哎，再呢就是把那个少女那种就是路上自己那说的那个感情，就是巧儿我自幼，他因为他在路上自己说话呢，哎，拿着小筐，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我和众儿不认识，我怎能嫁他呀？就想说话呀，我跟众儿不认识，我怎能嫁他呀？跟着列列扔这边走了啊，我弟爹在车上，就把眼睛一定要睁开。哎，就是少女的那种眼睛啊！我弟爹在七上已经把亲推呀，这回可退了亲了，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！有点害臊的那意思啊，我自己要找婆家了。哎，稍微有那么一点害臊的那意思，既又笑呢，又有点害臊的。哎，上一次劳模会上，上一次了，就是回忆起来。是要从你的眼睛里头出来，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的人一个呀，他的
名字叫赵振华，都选他做模范，人人都把他夸呀。就是什么都选他做模范，就是从你的心里头就对他那种爱和那种那什么，所以把他夸完了之后呢，就觉得又不好意思了，自己扶那个小筐，哎，就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啊。刚才这个两位同志把这个段落呢整个唱了一遍，现在呢我觉得呢存在的这个问题呢好像呢还是在哪儿呢，一个呢是咱们要掌握新派，它的特点呢是就一个是说唱，一个是呢它比较甜美，哎，它说像唱，唱像说，而且呢这一段呢刘桥里头这段小桥送线呢，它这几句呢是自言自语的在说，就在送线的这个路上自言自语在说自己这一点事儿，哎，所以说呢唱起来一定要翘，但是呢又不能够特别张扬啊，因为什么，他是在说自己的心里话啊，就在这一点的掌握上。再就呢刘巧呢他非常的直朴，他那个修呢就是修，而且修呢非常的朴实，也不是那种哎呦呵修啊各自这啊，这也不是这个，一修呢就自己哎就那么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好意思就行了。大家有什么问题还要提？郭老师，我想请教，和柱儿不认识，怎能叫他那能怎么发音？能，嗯，能在这儿，能是下鼻腔。能，哎，能，我怎能能？怎能？气息推的能在这个下鼻腔这块儿，但是呢，哎，这个鼻窦一定要打开，哎，不要紧。哎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。那个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，那个的是念成地好听的还是的呢？还是地？还是地？哎，因为什么，哦，为什么呢，哎，他这个把这个，因为咱们有时候很多字吧都是多用音，再有呢这个咱们平剧呢发源于唐山，唐山呢他也有他的一些个方言，他的的字呢他一般呢念地字多，哎，再有呢就是什么呀，我的爹你看不好听，我的爹在区上，他全在这个唐跟着齿这个这点，我的爹你要不好听，我的爹，我的爹在漆上，哎，这也好听，嗯，而且呢也是那什么，哎，就是这么个用法。谢谢谢谢郭老师。不谢谢。郭老师你好，人人都把他夸，他那个夸字唱出来又美又好听，我们永远找不到唱出来的那个美的好处在哪个地方，你给我写啊，这个夸字吧哈，嗯，人人都把他夸呀，啊，夸啊啊，是夸啊啊，夸夸呀啊，哎，哦，而且呢还有带着一点羞涩，你再唱唱，人人都把他夸呀，啊，好一点了啊，好好好，啊，好，谢谢郭老师，哎，不谢不谢。看看哪位，哎，你说你说，第一句我们每次唱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是板后唱还是就连着往下唱，我给你学一遍你要说的那个啊，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你看他就断了，断了之后呢他就会产生的呢就是这怎么那么不流畅，应该是非常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嗯，实际上就是有本儿是吧，对，我把这一句唱唱，好好好好，谢谢，来来来你唱啊，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嗯，那个好好好还可以啊，但是呢就有点紧，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对了，好好好，啊，谢谢，好好好那么下边呢大家跟我一块儿把这段唱一下好不好，好，哎，好，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我和柱儿不认识，我怎能